As one of China's most iconic events featur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annual Taobao Maker Festival offers a venue for young merchants to showcase such potential. Revolving around the theme of uncovering infinite lifestyle possibilities on Taobao, this year's Taobao Maker Festival is the largest ever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articipating cities and audience reach. In Hangzhou, China's e-commerce hub where Taobao is headquartered, the event brings together artisans, designers, and their most daring creations, showcasing the intriguing subtheme, wonder, and numerous merchants indeed have turned their wonderful ideas into businesses. 当时是因为最近这整个几年大家对于情绪健康的一个整个讨论在全球范围内都越来越高的热度，所以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大环境的思考，也是希望通过一个艺术疗愈的形式给大家传递一个让大家更多的关注一下谁是健康这件事情。淘宝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不管是在拓展客户市场嘛，还是说提高打开这个品牌 IP 的知名度还是提高口碑，淘宝都是发挥很大作用的。因为毋庸置疑，淘宝是最高流量、最全民化的一个平台。然后，而且像我们这样的小众品牌，就是因为淘宝，所以我们才有了更多的一些合作机会的出现。淘宝本身一直都很关注这种小众品牌的一个孵化扶持，以及趣味产品的一些发现。而且，淘宝本来就是很多年轻艺术家的聚集地，所以再加上淘宝经常会搞一些像类似像这种造物节或者手艺人的这种活动，他们就会给我们贴上一些标签，可以帮助我们 更精准的去获取到我们的客户群体。那我们的品牌呢，是一个有新年历史的主打笔墨纸文创产品的年轻品牌新墨Starry。同时呢，我们也为客户提供好看、好玩、好用的各类文具产品，丰富大家的生活。那我们品牌呢，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找准了主要是年轻人和Z世代对于小众文化以及兴趣圈层二号的这样子的一个主打定位。那淘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 Bringing merchants to a wider audience is only part of the Taobao ecosystem. More importantly, the Taobao ecosystem also provides merchants with the capital,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necessary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那网能手串呢，是一家致力于非物质化遗产澄清在线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你像今天看到的鱼灯，还有像我们的水水灵，其实都是年轻，比较喜欢的。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启动是基于就是从网上银行开始的。那网上银行其实是属于淘宝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最开始就是享受到淘宝给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政策吧，让它第二个呢，就是淘宝给了我们很多的平台，就像会是的道物节，就是线下这种空间，让我们更多的展示的机会，就是给带给到大家认识网的手串。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淘宝大学，那因为我们在淘宝大学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的去跟别人去打交道，或者说去做生意的一些这样子的机会吧。 Just like Taobao, these merchants are pay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SG and sustainability. 有1397位秀娘，也发现了城市和乡村产品这样子的一个联动。比如像我们的苗族秀娘，她会觉得以前会认为，哎，我们的苗是没什么用，就可能就是坐在衣服上绣一点东西，或者说剪纸上绣一点东西。但是如果可以通过这个刺绣来赚取，就是经济收入，她会更加的自豪，更加的自信。它是以人类为地球，负责的墨水，在整个生产、销售、运输等等各种过程当中呢，这笔墨水它总共产生的碳排放和碳足迹 都是一个负向的，它是完全不产生一个正向的碳足迹的。那么我们认为呢，这样一瓶墨水，它真正实现了节约和环保，以及它真的是一瓶为地球真正负责的墨水。 新机遇，一个就是多元化、年轻、多元、活力、包容、信任、万能、年轻、活力、高流量、全民化、机会和扶持。